兄弟们啊，这雄河水库两天的渔获也不知道有多少鱼啊，是往转，这边杆还咬着呢，往转不少啊，呵呵，还行啊，来吧，再往上转，来吧，这大鱼户，这大鱼户，这里边的鱼多少啊？咱就两天的鱼货啊。哎呦，排过，还有这生锅喷的，正在直播中啊，两天的看到多少鱼啊，一会儿咱们要一要，泡泡上。你在结果来查一查多少条啊，应该我觉得啊，应该有个三十五六个，有大小都帅，有条帅一条啊，大小都帅上有，是不是有？要我就说那条二来条，昨天十五六个，三十五六个嘛，没有四十。看这大鲤鱼漂亮不？这雄河的鱼就是漂亮啊，有劲，皮毛也好。这个水面大，四万亩的水面呢，这样忙不过来，这边整完鱼，那边上，放捞鱼，这边上鱼。上场上了。咱不管那鱼的事儿了啊，那条鱼咱先不管了。咱先泡泡这些多少斤，走吧。我这腿脚是不行了，抬不动。上秤了啊，103斤这筐哈、啊，好嘞。又掉了，这玩意儿咋回事？这鱼今天还这样哈、啊，打杆就掉，看着没？这边赶着这边装鱼，那边还咬口，这是第二筐了啊。看多少斤还不知道，一会儿再泡这筐。看这里剩了七条是草鱼，草鱼倒不大，三五斤七八斤的。兄弟们，这是第二筐，筐里边是73斤啊。这个草鱼是40斤带皮啊，去了皮就36斤。这个雄河水库啊，我们在老庄钓点的是桃园，太美丽了，山好水好啊，鱼更好。有几位钓友们那个方便的来雄河钓钓鱼啊，太安逸了。